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点喜欢过我吗？可是我也喜欢路易学长很久很久了。不是你的错，学校不是也说过了吗？谢谢学长。夜晚很短，静悄悄很长，一个人。你在记些什么？我想要把好吃的甜点都记起来。是柠檬塔，非常好吃哦。不是柠檬塔，讨厌酸的东西。这个是学长的狗吗？现在年纪应该很大了吧？他不在。而且今天是烤狗狗饼干的日子哦。要帮魏云做笔记，你要不要一起啊？就当做你帮我找回照片的谢礼了。你要干嘛？秘密。不能说神神秘秘的，真奇怪。风车转不回，它吹了吹就伤。关着心的玻璃窗，隐隐透着光。叫没睡的人变得坚强。这个如果当做生日蛋糕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卖了。哎，真的吗？嗯，我一直很想在生日的时候做一个有意义的蛋糕，然后送给重要的人。只是我以为你喜欢的是夏言言。Thank you.
你应该等我的。怕你不想见到我。对不起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想好，我没有去找陆毅。每当聊起未来，习惯的避而不谈，转换几次话题。我知道。害怕不经意泄露那句独白，一句我爱你一直没说出来。是一个人的地老天荒，最近的你是我最远的天堂，翻不过你的墙，长不秃的野长，没有勇气开垦我的荒凉，暗恋是一个人的笑颜真诚，都争着做守护你的避风港，不管月光多少，只要在你身旁，能看到你幸福的模样。我每当夜深人静，还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，孤单就吵个不停，想念你的呼吸，温柔爱笑的眼睛。邀请给我指教哦。还有谢谢学长。不敢开口的秘密，暗恋是一个人的地老天。